嗨，大家好，欢迎收看铁人音乐频道乐器测评，我是陈磊。今天音像测评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由 Hotone 出品的 Heart Attack 超迷你高增益音像头，箱体我们选用的是 Randall RD212 的箱体，以及搭载 4.5 寸喇叭的 Hotone 小箱体，声音话筒依然是 Shure SM58。 是的， Hotone 是一个以自主生产与研发吉他效果器以及音箱的国内乐器品牌，目前也是国际上崛起最快的中国乐器品牌之一。在2015年美国 NAMM Show 也是美国乐展上获得了 Best in Show 最受关注品牌的称号，这也是中国的乐器品牌第一次获得这个殊荣。那么确实 Hotone 在这几年所推出的产品都很有意思，它拥有实用的音色，并且在外观工业设计方面也非常特别。比如说 Hotone 主打的 Skyline 效果器系列就被誉为世界上最小的吉他踏板式效果器，以及最新推出的 Sopress 三合一的综合踏板都非常实用。除此以外，Hotone Nano Legacy 的音箱头在国际市场的关注度也非常的高，它基本上都是对经典音箱的复刻，包括 Marshall Play C Super Lead、 Fender Tweed、 Vox AC30。 那今天要给大家重点介绍的 Heart Attack 也属于 Nano 系列，它的音色灵感来自于经典的 Mesa Boogie Rectifier。 我们看到它的外观非常的小，它的宽度跟一台 iPhone 5的长度差不多，并且非常的轻，你能够轻松的带它去任何的地方。它是一台5瓦功率的单通道晶体管音箱，晶体管音箱相比电子管音箱虽然在灵敏度以及动态方面会稍微逊色一些，但是在成本以及体积方面会更有优势。当然你也可以利用一台晶体管音箱得到非常不错的音色。好，让我们看到 Heart Attack 的前面板。首先是吉他的输入接口，右边五个非常紧凑的调节旋钮，分别是第一个 Gain 失真度的调节，低音、中音、高音的一组 EQ 调节。相对于很多只有一个痛调节的同类产品， Heart Attack 的音色会更加的多元。总音量最右边是它的总开关。再让我们看到 Heart Attack 的背板部分，18伏的电源接口， Line Out 接口，这个接口不光是可以连接耳机，它还可以直接输出到你的声卡进行录音，因为它带有箱体模拟的功能。 Auxin 外接音源的输入接口，一组在 mini 音箱头上非常少见的效果器回路接口，4-16V 的综合箱体输出的接口，这个接口几乎能够自动匹配市面上所有的箱体。 Heart Attack 相比同类的 MIDI 音箱头，它的调节项以及接口会更加的全面。那么它的音色如何？首先我们来听一下它搭载 Randall 212的表现吧。事实上，当我第一次听到 Heart Attack 的声音的时候，我也感觉到非常惊讶，没想到这么小的箱头能够发出这么 metal 的声音。但由于它的金属音色定位，它很难得到非常干净的原声音色。那再让我们听一下它搭载 Hotone 自己出品的小箱体的音色表现是如何的。
好痛 Heart Attack 拥有超迷你的外形以及非常给力的失真，它基本上能够满足各类金属风格对音色的需要，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Hot Tone 牛逼的研发团队。要知道，要设计一款非常优秀的原创产品是非常不容易的。支持国货，支持原创，感谢大家收看本期铁人音乐频道乐器测评，我们下期见。